去禀报太子。大王，东海龙宫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很好，龙王那只老狐狸终于肯出手了。大王，我们也该动起来了，在那件大事到来前，绝不能给那些散仙和人类势力发展的机会。这个天下还是不够乱，传我令。快让开，让开！出事了！赵大哥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山里的野兽像疯了一样咬人，大家可千万不要进山呐！怎么会这样？我还要上山采药呢。去不得，看我大哥伤的。走。不要进山了，你们快送他去看大夫，我去禀报城主。啊，好。城主，哪吒还是个孩子，都关了好几天了，差不多就放出来吧。哼，孩子，看他干的哪件事像个孩子。这个孽子如不严惩，早晚惹出大事。小事惩戒就够了，东海龙宫那边也没什么动静，不是？跨过大山哎，趟过小河哎，还有我的糍粑哟！哇，再来一个！哇，多酷啊！你这家伙居然这么悠闲，害我们担心。当什么心啊？等我出去。还是个好汉。别，出去了你可老实点，城主现在还生气呢。哼，我还生气呢，我哪儿错了？哎，不好了，刚有人来报，乌池道附近冒出来好多凶恶的野兽，许多族人都受伤了。怎么回事？走，路上说，先看看去。哪吒，你可真是太乱来了。你还在禁闭期呢，这下跑出去，城主饶不了你。那就是我回来后的事了。那些刀太轻了，这才是强者用的东西。我们快走吧。这里好安静啊。奇怪，野兽的脚印到这里就消失了。野兽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啊。我的大锤已经等不及了，把这些坏东西统统给我出来。小心。这才像样嘛。我问你，
就是你袭击我们族人吗？我现在问你话呢，笨哪吒。哦，你在和猪说话吗？就是你了。哼，嘿，哼，好壮的野猪。嘿，哪吒加油，看我的。不经打，哪吒，这野猪真被你打倒了。啊，不太对劲，我们追踪的脚印不是野猪的。听汇报的人说，好像是一种类人类狼的神秘野兽，不是野猪。一个，什么嘛，几只跑得快的野狗而已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族人说好像就是几条土狗，靠偷袭才得手的呢。原来是几条胆小狗。几个自大的娃娃敢侮辱我们妖狼族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哎，谁在说话啊？没听到呀，好像是小狗在叫呢。可恶的娃娃。
那野猪红了眼白，目露凶光，猛地朝哪吒奔去，哗啦啦带起飞沙走石，啪嚓嚓折断碗口粗大树，结果我想滚石坠落山崖，力抵千钧。再看哪吒这边呢，他不慌不忙直起了腰。哎，这不是张大哥吗？又进山采药去了。是啊，托了咱们哪吒的福，现在又能进山采药了。可不是，我们商队现在也不用刻意绕远路了。哎，别吵别吵，正到精彩的地方了。哪吒一手将那铜锤抡圆，砸向野猪的天灵盖，随着当当当三声闷响如钟，野猪小山一般的身子轰然倒地，扬起漫天尘土。待尘埃落定才见，哪吒正将那两口铜锤横在腰间，脚踏野猪獠牙，气定神闲而立。好，哪有自己给自己鼓掌的，不知羞。我是在为说书人叫好。少来，一大早就嚷嚷着非要来听书，还不是想听听大家伙是怎么夸你的。后来啊，这三少爷啊，哦，欲知后事如何，听下回分解。有个城主老子，就算打的是自家的猪，别人也得替他吹上一吹。你俩怎么这么冲动，还说我。他们别忘了，我可是偷跑出来的。从小就这么英勇无畏。这小子居然溜了，你们两个去把哪吒给我抓回来。怎么，城主，三少爷此番作为也是为民除害。军中也有将功抵过的说法。哼，这小子人缘挺好啊，你们都替他说话。不过这规矩还是得立起来。靖哥，孩子此次确实做了件大好事，百姓们对他都夸赞有加呢。话是如此，但他行事鲁莽，从不与人商议，总是再大的好事也需要管教。那也要赏罚分明，不是？别动不动就抓啊关啊的。我们等哪吒回来。夫人，哪吒生而非凡，倘若不能服从管束，通晓大义，恐怕是祸非福啊。靖哥说的是。你们两个还等什么？是是。哪吒威武，再讲一段。再讲一段吧。听到这呼声，三少爷更不会乖乖跟我们回去了。哎，三少爷在哪儿都不知道，先坐下喝口水，再从长计议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一天就说一个时辰，这是我的规矩。哎，再讲段短的嘛。这会儿嗓子都冒烟了。别呀，茶水我请。不讲了不讲了。走走，躲起来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三少爷这是在给我们让座呢。快跑。糟糕，我们一定是被发现了。准备冲，三二。哎呀，城主让我们把三少爷抓回来，这上哪儿找啊。三少爷这会儿肯定是在荒野斩妖除魔呢，不如就在这儿等他回来呗。还没暴露，静观其变。三少爷要是不回来可怎么办啊？那就一直在这儿等喽。我先眯一觉休息休息。回府上猪圈找找吧。你们的三少爷怕是在那儿降服野兽呢。你敢侮辱我们三少爷。三少爷，哼，笑什么？我能这么说话？叫你们从上到下都是徒有虚名的废物。这，二位留步，你们说我倒是无所谓，不过伤了人可不能一走了之，何况茶钱也还没付。三少爷，三少爷，三少爷，这个小个子
哪吒小心，别挡路。你说谁是小个子？三少爷好样的，太厉害了，是三少爷威武。好大的力气！哪吒，小心啊！什么人？老大，快收他！不能放过他，给我们报仇啊！大块头，你是他们的老大喽？我，你，对。站住！泰拳！好硬啊！三少爷，伯库啊！没事，哪吒，一起上！把他交给我！哪吒，你又逞强！哥哥，我们一起！听哪吒的话吧。可是，帮不上忙。这两人都伤不着对方，变成消耗战了。来来，先喝点茶，这都一个多时辰了。谢谢杜神。果然应该去向城主通报啊！你不早去，现在要是去了，你家三少爷没好果子吃。你很厉害。他们两个不会被打坏了脑子吧？这就叫不打不相识喽。茶钱。这个给你。你可真能打。你厉害。嘿，那是自然。走，跟你走吗？走，走，快去看看。招呼也不打，休想扔下我们！真是的，天都快黑了，木头这家伙跑哪儿去了？这打劫，陈塘关外还能有这事儿？